用心的在教我们啊！我以为我不会哭的，被自己感动哭是什么鬼啦？Hello，大家。哎呦，嗨，大家。对，我刚刚呢，就是验了一个这个 test kit 嘛。对，它应该是一条线啊，我这样子看，现在目前来讲啊。因为我的姑姑和我的妹妹，他们 positive， 他们应该是 positive 啊，就是很奇怪一下，他是昨天呢、啊，他是，哎呦，我觉得我真的讲的是很 K， 他是了，算了，我还是等一下再讲啊。等一下，等一下，You increase by 4,000, so this is the effect that after you go for the adjustments. Any other questions? If no, then we will end our class today. Please enjoy your lunch. Bye bye. Hi 大家，其实我记错了，我以为今天是 accounting 的最后一堂课，我忘记了，就是星期五还有 accounting 的 extra class， 所以我就 OK 啦，算了啦，但是大家我都录到一半了，我就继续录下去啊。还是有东西想要跟大家讲，这个故事可能有点奇葩。首先呢，是我的姑姑她先出现症状，就是她有喉咙痛跟头痛，但是大家她连续练。但是大家他连续验了6天，全部都是 negative 啦。我姑姑第5天验的时候呢，我妹妹她就出现症状了，她也是头痛，然后喉咙痛这样子。第5天她是没有验啊，我记得那时喉咙痛已经是接近差不多傍晚了，就等到明天星期一的时候验。然后星期一的时候好像也是 negative， 星期二是验到 positive， 就是昨天验到 positive 这样子。姑姑她是昨天也是才验到 positive， 就跟我妹妹同一天，就觉得很奇怪。我不知道是我妹妹呢，还是在学校被传染的嘞，还是被我姑姑传染的，我都不知道。因为我姑姑她前面验了连续6天全部都是 negative， 然后突然间第7天验的时候就 positive， 可能是那个 test kit 的问题，就不同的 test kit 不同的 result 这样子。因为我是跟我妹妹一起睡的嘛，所以我是很高风险的，我觉得我不知道啊。我星期一星期二都没有跟她一起睡，我是星期日的时候跟他一起睡，然后星期六啊那些也是有，我是不知道他第几天中了啦。但是我们全家人有7个人啊，现在，但是我的姑姑跟我妹妹中了，然后我们还有5个人，不知道会不会中啦，希望是没有事情。目前是还好啦，我觉得可能我有时就是会头痛，隐隐的头痛，因为头痛对我来讲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就是我是很常头痛一个人，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头痛是 COVID 还是平时的那种。我之后有事情我再跟大家讲。然后大家，我呢最近去剪了一个头发，就是星期日的时候我就剪到这里啊，就平时是很长了，已经差不多要到腰了，然后还有那种卷卷的下面，但是我就剪掉它，剪短了。太长真的是太麻烦了，因为我每次吹头都要吹很久，然后洗头又要洗很久，然后我已经在那个厕所抹干了我的头发，一出来还是有很多水，整个哇一滴一滴整个在地上。但现在就比较好一点了，我觉得现在剪短了就比较好一点点。我原本呢是打算想要剪一个刘海的，因为我在小红书测了，他讲我适合那种漫画刘海，但是那个理发师他就讲现在可能刘海不是很流行，现在就比较流行是那种八字刘海，短短的这种，出门还是什么你可以拿那个卷发棒卷卷卷卷去带过去后面，这样子它就是有一条这样子的。最后就剪了一个八字刘海我剪这个头发呢就是在那个理发店从10点做到5点半呀，我在那个理发店做了7个小时半大家，我记得我剪完这个头发差不多是1点多了，因为讲我想要染发的关系
结果又拖到五点半，所以对，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出来，因为可能还没有吊绳还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那时是怎样度过的，我就一直坐在那个椅子，然后一直这样子看着我自己，然后我一直呆呆的看着自己，想要睡又睡不着嘛，因为就很多人拉着你的头发。我还记得我那时洗头洗了五次，在那边等一下吃完午餐我要继续剪片，我希望我今天可以赶得上啊，我的天哪，因为我上个星期没有发片了。一个RET4 就是这个是 Econ 的啦，然后 RAT 就是 stands for Race Against Time， 就是因为我们 Econ 哦，就是很赶很赶啦。这个是 Paper 4来的，其实 Paper 4有一个 Data Response， 这个就是那种 Data Response 这样子，然后有问题啊这样子你就要回答啊。其实还有两篇 AC 要写，一个 paper 是两个小时十五分钟啊，所以我们今天只是做一个 data response， 我们现在是在休息，嗯， 10 minutes 的 break time 啦，对，大家就这样呀呀，大家这是今日午餐，我的天哪，因为我真的是很想吃披萨很久啊，然后今天就终于叫到了。 OK， I'll see you I think hopefully in some of the exams、OK bye guys, all the best in life also all the best in exams and life. Kind of paper, but then once you've done this, then that will be the end of our class today officially. All these are non-official, it's optional, you can come, you come, you cannot come, it's okay. Lastly, I want to say that even though I just have taught you for one semester, I enjoyed the class with you all these weeks. I wish you all the best for your coming exam, take very good care of you.More appropriate here because you will receive the money, right? You less your expenditures here, then loss on your trip, irrecoverable debts, depreciations, other running costs. Your other running costs here, Castle. 其实现在很暗啊，因为我外面好像下雨啊，然后要到傍晚，但是我就是很不喜欢开灯，所以我就开了这个台灯。对，然后其实我在研究着这一题，因为我一直看不明白，但是我们老师已经在教着另外一题了啦。So, yes, today will be our final class. As you know that my phone got problems, right? Okay. So if you have received any PM from me asking for money, account numbers or phone number, please ignore. Okay, it's not me. Definitely it's not me. Okay, it's not me. If I ask for food, free food, yes, it's me. Okay, yes, thank you, everyone. I'm sorry, not see you. I will wish you all the best. Okay, I don't want to see you again. Okay, I don't want to see you again. Okay, maybe shopping mall, yes, or in different country, yes. Okay, but not class. Okay, not class. Bye bye. Thank you. Thank you, sir. Yeah, you may leave already. No more class. Yes.Hello， 我在家。我刚上完 accounting 的 extra class， 我觉得我们老师真的是太搞笑，真的是没有上课了啦。就 officially 的话就，结束完这个上课的日子啊，就只剩考试，考完试然后我们就毕业啦。对，好快哦，时间对我来讲是呀，差不多一年。对，一年就这样过去了，因为我们开始上课的时候是去年的 April 嘛，然后今年是 April， 所以就差不多我们上课上了一年啦。我也是很舍不得啊，所以老师真的就是人会相遇，一定会有分离的那一天的，所以我也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我真的是就是会很伤心，很舍不得，但是我们也要接受这个东西。有一天我们的家人，我们很亲爱的人也是会离开我们。呀，只是每个人留在我们身边的时间长短不一样吧，但是他们总有一天都会离开。这一路以来，我真的都是一个很有问题的一个人，
不是很有问题的，就是会有很多问题的一个学生啦。然后老师每次都是很有耐心的解答给我，就是我有时都会被突然间就被感动哭这样子啊。平时的时候好像可能就是我考定来车，他熬夜熬到三点多，然后就为了做一个笔记给我们，然后我们 e-collector 他真的就很用心对学生，就一直为我们想可以怎样帮我们这样子，会想他真的是太为学生着想了，我感觉他自己都没有什么休息到，就好像我们一考完试啊，然后他就一直拼命的改我们的考卷啊，然后一直在拼命的帮我们想有哪里可以进步啊这样子。我就是真的觉得很感动，就是会觉得哦，老师你可以把时间放一点点在自己的身上这样子，就不要一直想着我们。对，我们的 Mac 来，哎呦哈，我不能哭哎。 OK OK、oh、My God， 我真是一个很容易哭的一个人。 Mac Lecture 呢，他就是每次考试的时候都会给我们加油啦，然后就是真的是很用心的在教我们啊。哎呦，为什么我真的不懂为什么我会哭，我以为我不会哭的。没有，就是我以为我听老师讲那种话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想到我自己讲出这些话的时候，然后被自己感动哭，是什么鬼啦？哎呦喂，真的是啊。然后大家，我就是每次会问 Mad Lecturer 那种很奇怪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就是我们的老师都会很有耐心的解答给我们听啦，从来都不会骂人。 Business Lecture 呢就是也是很好，就我其实是Business 的 Class Rep， 就虽然我们 Business 只有四个人啊，之前的 Business Class Rep 呢就不是我，是另外一个男生，但是他最后他离开 Apple Intake 了。虽然讲成为 Class Rep 是有一点压力，就是很想要做好这样子，但我有时候就是不知道我们 Business Lecture 是在开玩笑还是真的是生气，但他就是也是在课堂给我们很多快乐，然后很多笑声这样子。他真的也是帮了我们很多，就是跟我们讲 business essay 到底要怎样写才可以拿到高分，然后就是一直逼我们，虽然这过程真的是很辛苦，但是我们学习到的也是真的就是很多，也是很开心可以成为我们就是所有 lecturer 的其中一个学生呀、yeah， 就是很感谢所有老师。就我也不知道我老师会不会看到这个影片，应该不会吧。哎呦我的天哪，我也不知道，真的就是很舍不得所有老师。我觉得每个老师都有他们自己的特点，然后就对我们学生的态度方式也是很不一样，所以我真的就是会很想念每个老师。哎呦好，大家，那这部影片就差不多到这里了。我觉得我不能讲太多，因为我真的讲太多，等下我又会来哭啊，我不行啊。好，大家，那我们呢就下一个影片再见，好好照顾自己，就拜拜。The heart of light, save a seat for me and everybody who will love you for the rest of their lives. Lay down the fight, I'll see you on the other side. Oh goodbye my friend, I'm sure we'll see each other again.Behind the light, save a seat for me and everybody who will love you for the rest of their lives. Lay down the fight, I'll see you on the other side.